无不高过去就快死了，中一次就给我直接快死了，盯着勾。至于其他的这个班选，我觉得可以稍微随意一点。对，比如说第三班班刚背兽，哎，你别说刚背兽其实还真挺厉害的。对，刚背兽打这种乱打的非常厉害，他本身不用死，而且打混战持续的话，持续作能力很强。对，刚背适合打的是乱战，他不是那种节奏感非常明显，然后大家令行禁止做得很好的。他习惯的是自己一个人打五个，一个人打五个，一个打五个，就你明知道不该打我，你还忍住要打我，我就喜欢打你这个，对对吧？然后我看到这边是看到了钢背兽，全场也是一阵欢呼啊！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名，欢迎你牧师，然后欢迎你牧师430 AKKE 以及 Puppy， 另外一边是 Loda Nandy。然后阿萨特，阿萨特好，还有船，还有船。然后怎么翻的这么好玩的英雄啊？对啊，把好玩都翻掉了，白队了，白队呗。来了，白其实好玩的，这个英雄现在冲起来特别厉害。对，我觉得要有炸弹人的话，肯定会被选。是啊，可惜炸弹现在还没有做出来。是的，哎，飞机。那现在就是五后期阵容，这个飞机是不是一二对点的？这个飞机肯定应该是一个，怎么现在一片游走飞机，下面一片虚声。没有，你拿这么厉害的英雄干嘛？我估计是一二对点。我猜这个飞机出的英雄奶鞋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一二对点打架。对，一二对点打。然后对面是拿了剑圣三短手了。哦，全能，全能加拍拍。其实全能加屠夫比较厉害，对。但是全明星赛也要稍微克制一下，是吧？现场的观众已经疯了。我听不太清，没太没听太听到你说什么，看他们选什么球吧。Vigo， 我听得像是 Vigos， 我听的 Bigo， 什么东西？听到？难道是一个什么很冷的声音 ？Mipo，Mipo， 哦 ，Mipo，Mipo， 应该是 Mipo。对，古诗啊！我只能说。我觉得这个 Meepo 有可能都是 Danny 来用， Danny 的 Meepo 非常的厉害。那屠夫怎么办？屠夫的话其实其他人也会用，但是我觉得第五是这个英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的那么好。哎，对的，那屠夫是你毕竟只要控制一个英雄呀。但是大二的那个 Meepo 跟大一操作有区别，就他们平时一般都是在练嘛，他们打路人会打 Meepo 吗？ Danny 会，所以我才说 Danny 会打 Meepo。因为 Danny 的话，前打 Meepo 的话，他是 A 仗龙心、A 仗双龙心的 Meepo， 然后每一个狗头都是5000多点血，然后上去铁铲流，对，5000多点血，就你打我吧，五只5000多点血的狗头人站在你面前，对，一个打五个，对，这个，这个。我猜是他，我觉得还不好说，还不好说。我比较相信豪，你比较相信豪，我说我比较相信他。问题是我刚才就是在选出 Meepo 的时候，我看到 Danny 是做出那个欢呼的手势。啊，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的，对，这是一个场外因素啊。啊，两边班人我们不看了，班人乱搬，班人乱搬的，主要选人了，对吧？主要选人。这边选了个矮人直升机，已经落了下城了，有没有？好，看他怎么打吧。我们姑且看他怎么打。一二对点，那你还可以。对，一二点，那如果是主点三一三对点的，对，一黄对点也可以，一黄对点也可以。我们现在四个近战啊！哦，骷髅王 ，nice 啊！骷髅王这个版本有点厉害，有点厉害，潮汐。传的并不是，然后 Bernie 什么的，矮人火枪手，
艾克尔的飞机啊，果然是个游走飞机，艾克尔的飞机430的国王，哇，430这个剑好像有点，这是最新的那个箱子对吧？33号箱子开出来的，不是最新的，是可以开出熔岩蝴蝶的那个箱子，33号箱子开出来的，最新的是34号箱子。哎，这个一身装备了，船的白化病啊，船的第五是一身装备，哎，差两件。第五是我有个小提琴。哎，我也有个小提琴，就背在旁那个，对吧？对。哎呦，上这么厉害！小提琴，缠缠绵绵翩翩飞。哇，你们两个人注意一点好不好？注意点影响好不好？国际影响力。这是干啥？五个人一级中路干吗？王，这个斧子要，这是个神话斧子，已经不像斧子了啊！这是叫什么什么刃，特别厉害，好有趣的。我觉得除了那个飞龙斧的话，这个斧最漂亮。哎，那边什么况？老大还在这里，老大好像是刚才是在嘲讽。哦，他是不是给了那个嘲讽是吧？还有嘲讽道具，我看好像出现了。对，好像是个嘲讽，没看清，切过来就没看到。加速。哎，你觉得这盘会不会有无间道的戏？无间道啊！哦，本次比赛双方阵容还没在首页局中碰到过。就是说，这十个英雄没有在首页局的比赛当中出现过。对，这个数据，我直接断臂，斧王家长兴的妹，这斧王有点好啊，一直转，我用斧。从来没转过，你要相信这是攒人品。哎，阿斯拉的还是比较适合用这个。哎，这什么情况？也是射击机，他想卡位，然后等队友上来。把后面有别人的队友。潮汐，剑圣的队友，他在卡位啊，他在卡他的位。哎呀，这拍两下就伤，一级下不动。就是激情对干，没有其他的了。貌似上路刚才船是遭到一波伏击，所以他打了个白白。看一下，他刚才是这个大药，好像是上路遭遇了一次伏击啊。果然是啊，逃生了。国王丢了锤子，然后正受到那边艾克也开扫射。哦哟，你们都不要这样子。什么叫不刚？不好意思，这个Benny，你要打死一个。哎呦，火枪啊，火枪，小声打呀，小声打。屠夫。那 B 先是送出了第一滴血，送给了 Danny。好，罗大哥反转，这边打了一个套子，问题。继续 TP。这个根本也不管了。哎，潮汐，豪的站位很拼。哎，要被包了，被包了。不是你包了，不过不是要卡位，有鞋子，不是有鞋子。直接送他。买多少？哈哈哈哈哈！不要打掉他！快删了都！这证明他们现在 IPM 很高，有没有？哎，对的，打字很快。中路是 B 神面对 Danny 的屠夫，好像终于步上正轨了。下路好像有人要遭殃。阿萨特貌似面临一波危机，哎，他好像发现了什么，又跑回来了。也是三个人，豪也来了，但我感觉好像作战能力的话是夜野这边更强一点。对，主宰前期太厉害了。是，不过有一个他，但是有一个那个魔免的。我们看一下上路。
Alpha 可以怎么样？四级，四三零，还不错。五号情况最高的是骷髅王，还有斧王，斧王打野。不，你上一次玩狙击手应该是在刀塔一的比赛当中。我想想看，那场比赛好像看过的。应该很久远了吧？很久远，那一场的话好像是二的比赛当中，不是，在二之前有个什么比赛？炼金加上那个火枪，那枪物流啊？对，那一场是 DK 战队的比赛 ，AR 那左右的时候。哎呦，屠夫好像找机会一攻，哦，差一点。格林这边要先向位，这个就是秀走位，秀预判秀走位。确实有一个向位的话，能躲这个屠夫的几率高一点。啊，这好像有人要被包了，上路骷髅王，这里是谁？哦，是隐身潮汐，开雾潮汐，开雾。船直接开始忽悠，但是被晕了一下，忽悠没有出来，没机会。刚才潮汐的那个雾的效果好像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。对的。断电！哎，大加速断电来了，高，高太可怕了，太高了！接下来一个还打不太过，这个打不过。神腾骑士，哦，本领来神腾，稍微闲了一点。那个屠夫加速的还有，正受到攻击。好，我连续连续两下，扎一下。这，啊，这个各种中公平嘲讽啊！陈斌就是要这样欢乐吗？没回家运了个大药。血吃不满呀，这是回家多不回家没关系，就要两个大药才这个回来，宁愿被杀了也回家。你以为他回家吗？其他在现场的啊做事情。啊，还差点到六，到六的话故事就不一样了。上路貌似想要强杀430还没怎么样，这个时间非常的好，怎么了？船，你面对自己的队友，你下得去手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就晕了船，哎，走掉了，反走位，因为斧王被杀掉。好的，这个430凭借着自己清仓落后，他上有九个魔棒，其实这问题不大，而且他有个抽力量，对，抽那个平二十血。哎，也不是生命最大值。刚才斧王好像在下路被杀了，老大被杀了，应该是被手下的。牧师还说了个带，已经是下位鞋了。这个不好，这老大的位置，老大的位置非常危险。五级的火枪，四级的这边还有个全能，四个人包。哎，430，什么情况？上面。卡位，430自己要小心，哇，一个网网网住了，一拳没丢出来，视野问题，丢不出来了吗？能丢视野丢出来了，好的，变成加了一口血，你最后一个火焰弹幕收到给我的人头，下路又被带下了，到达了六级之后，这个大杀斧王真的是不在话下。要只要四下是吧？要四枚才能杀掉我，太菜了。只需要四下就可以拍死我。要求单挑。然后说四个人，对，四个人。全面加固，在我们全面演绎之下，它俨然变成了一个社交工具。对，我感觉这个聊天比赛本身更逗。多谈聊天软件。到六级。OK， 我来看好凶，
潮汐在旁边，火星来了。好、哦，有人发信号，有人发信号。正受到攻击。哦，要打住了吗？拿着加速服的是谁？拍拍拍拍拿了个加速。是的。啊、上路在推塔了，已经推掉。四个人过来推塔。才能懂最。居然是火枪啊！是啊，大逼身补刀，大逼身补刀美如画，看一下，关键是突破到下路去了。啊，补刀是第一的。对，突破到下路去那一波，要下一次获得很好的发育时间。来，过来！哟，艾克的位置非常危险，狗！哇，这区区直接秒，这是一个四级的攻，先攻再守。另外还有一个深思的一个在下路吧，哎，二狗他是在拉野了，应该在这里。哎，下路有人被包了，好，被包了，哇，这个吊车速度，莫不是这只熊本场要 IP？ 很有可能啊。中国的选手果然还是比较的内敛啊，也没有自始至终没有公平炒股。哎呦，给你攻！自己的座位，是的，把过去嘲讽了一下，到底是安慰还是嘲讽我们自己的？哦，不太熟，啊，球，真的继续要嘲讽他，阿炳，好，接下来就到这边了，管你，跟这些要挂啊，但是被自己的队友卡了一下，不过还好，啊，老大也被自己的。好朋友杀掉，站起来，再砍船，他能不能网一下？回头网一下应该可以活的，好漂亮，网哥。然后忽悠走，但这个好久被卖掉了呀，那仨人也走不掉。哦，直升飞机刀就出来，应该是没机会了。哦，这是五 v 五，就从来没有。没有，永远是五打五啊！farm过，对，没有 farm过。刚刚潮汐不小心在那 farm 一下，然后被人干了。对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能做农民。对，不能做农民。哎，屠夫来了，屠夫，叛变，这个位置。哎，要完工吗？要完工，有视野，有视野。啊、没机会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主要蓝兵，哎呦。龙多的狗果然漂亮，是遭了自己队友的嘲笑。这里是什么？下面情况？又是开路的。死亡一马当先在前。这也是隐身符，隐身符直接吸住水，老大开始转。哦，这个直升机大招厉害。把、啊、这个大招，这个三这边突破多过来，又是阿米，你是有多爱他呀？收割，杀掉两个，好像还是赚。大兵神夺刀，作为一个火枪，一定要的一手。刀不灵，是。火枪有一个视频，左肩写着一个 K， 右肩写着个 S。你们见过视频没？还真有啊，有真有。是什么部位啊？肩膀。这么厉害。左肩写一个 K， 然后右肩写一个 S。哎呦，我船又成为了猎物，我跟这边开始追了。看一下船的移动速度啊，360还是挺不错的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叫帮手。50，剑圣有大的，就有大的。哎呦，出去了，要被打死了，洛卡奇被打死了。啊，登顶直接把他抛弃了。现在谁漏谁死啊？有这种感觉。潮汐这次有大。原本是感觉夜的阵容更好一些，但是好像在打这种乱阵的时候，
魔免让熊上，这有点无解。背一下，哎呦，二三四五，哎，有大招，大招，大招三个，飞大哥呀，这边炸到了虎王，虎王非常郁闷，刚才闪的一瞬间被吸出来了一个，出来一个魔棒，这里屠夫，够好了，非常精准，虎王是没有复活的，骨灰一图。这才那么点输出啊，骨灰刚好弥补了。这个四三零往右走一点点，勾出去的一瞬间，四三零往右走了一点点。对他判断的非常准，他对于那个距离和勾的速度的判断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。险啊！陈的怎么这么穷啊？他没打钱啊？哎，是哦，他怎么会这么穷？他这个错了吧？出 bug 了？对，出 bug 了。显示问题，显示问题。他就是财产总和显示。对，一个假的，对，一个假都比600块多，这可能的。我们切换一下，看切换怎么样？还是这样子。No smoke。哦、No smoke 自己开了，我真是烟雾弹 No smoke 非常好的烟雾弹，屠夫悠悠等着，但是没有人送上门来。好，想往这边走，我看一下刚才谁打的 No smoke， 艾克 No smoke， 想不到你平时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，平时憋太久了，一定要这个时候要捣乱一下，一连就一次是吧，好不容易有机会了。这话是集体抱团推下路。啊，屠夫这个位置，啊，下路这个位置应该啊，四三零要抓了，哎呦，躲得漂亮，这是故意的，勾引了一下呀。哎，我感觉他是猜到了。屠夫专用。啊，登地在 S 的。来了来了，他们知道这里有人，程序这波没大，还有三秒，有大了，我牧师好凶啊，这有钱能就是不一样，好自信。对啊，看到拍完熊来立刻从鸟兽中散去。哦，直接什么都不管冲上来了，锤直接砸登地。哦，登地真的秒了，什么都没得救啊，谁救谁死啊，长山大招。哦，打五个，但是没用啊，接上来了，接上来了，哎呀，这大宝直接要被秒了，这真的太大，接上也没什么太多的机会，库龙还有锤不上了，让他自己的蓝有点捉见着，对，他是一个相位鞋，这也是边无定价呀，正受到攻击。这里近战也很多的，这个直升飞机你不要把它当远程，它是一个枪，果然是果然是一黄对点，真被我们猜中了，真的是一黄对点，所以我说一下就一黄对点了，一黄对点有大加大，厉害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，贴身一二对点的话蓝可能还不太够，哎，是的，啊，不是，你看堆西带了。人包他，屠夫来了，屠夫来了，不是你，你走了，哎，不是你走了，不是你还是这种反击的意识非常的到位，很机智的，机智的，机智的大臂神，常年打 carry 的这种叫什么第六感有的，我这常年打火枪，命也是有点苦，啊，又是一波开悟，说好的 no smoke 呢？他是标吸烟，不是标开悟啊，这个意思。现场确实是禁烟的。我要偷山，但是，破掉了。进去看一眼。进去看一眼，但是拍拍熊，拍拍熊要强杀，好这边没大的，打没了。又来了，打不过呀，打不过呀，打不过呀。其实有时候屠夫这样是往往最尴尬的，碰到一个自己打不过的人，虽然你勾得很准，
他就越来越厉害了，直接打盾，拍拍熊加骷髅王的打盾厉害，一击可以打盾，有足够的肉盾可以吸收伤害。两个人很炸药，然后一定要人品好。对，你要是一直被拍晕，那打我撤。哎，两百点血就可以开始撤了。十一，直接一个狙击，哦，这是什么？毒，毒粉应该是全场等级最高的了吧？那应该问题不大。他比叫老大来，说我为你加血。直接开转，没有任何的想法。我们现在在场上的等级吧，三个十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船的位置啊，船这波有跳了，啊，一个勾勾到一个准确勾到一个远程兵，又来这么一个。老大没有转，老大没有转，但是他。哦，超级了，猫的直接被秒了。密谋在哪里？密谋该切入了，一勾勾回来四三零，直接反打。密谋切入了，密谋一打密谋，密谋一个狗被挂了，一个狗被激活死，四条死，还有复活，关键是被丹尼，对，还没死掉。哦，丹尼自杀，真啊，还小，他得加起来了。啊，这佛死也要死，跑不掉了，团灭。牧师的拍拍熊好凶啊，好凶，十杀二死，八助攻。要在全明星当中有两这个有两个死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对。但他带动全场的节奏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夜眼下的。他说什么？他说 friend come。他对 Echo 说的。啊，他对艾克说，然后帕比说 leave already。 希望他回归是吧。哦，两边都演，四三零直接冲上来了，四三零没大的呀，四三零没大的什么情况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，这是什么样的感觉，先送两个。哦，艾克还是死了，还是这牧师好凶啊，那这边正在一个打五个级，这边还没有升，还要帮我升了一级，这有跳到了，看谁又 KS 了。我觉得你不穿那个肩甲真是浪费了。疯狂面具相位鞋，那什么昨天吃饭的时候巴老板还说了，这种火枪叫什么，摸不得大师，摸一下就死，对，跑得起来。他堆两个现在，所以现在一天血他堆现在七百多血，八百血的样子。26-10，一人一分，被潘雄打崩了。但这个屠夫其实还是非常需要自己的队友足够的强势，让他把人过来之后可以保证其他那个人。现在对面的人都很肉，然后拉过来之后不停的秒掉。屠夫看到全都是要哭了，是的。自己这边也是感动的哭了，在对面那边就真的是郁闷的哭，郁闷的哭了。简直是当恐怖片啊！哦，这位置。好凶，直接从上面冲进去了，我直接从那边冲啊，跳楼啊，先带条气，哎，怎么超有大的啊，土王有悲剧吗，飞机大招直接下来，好，这条拆弹，好这个的，好，保船啊，查爆了，四三零先死啊，船这个表情啊，哎呀，火枪在后面输出的好爽啊，我还没动他，这个时候你反正好了，打不到，都五级战，我满血就打 OQ，还在追，那不是还死？哎，这攻好的，开关！哦哦哦，登、哦、顶！好不容易要死了，住！好不容易，火枪给大！哦，16个血，16个血，还好吃了魔棒，是。肚子里三个苹果就当火鸡了。这是来自于屠夫的配音。但是威士的配音是非常的传神。嗯。凯威可是多皮要把那个
选手区的那个门关上，他们在喊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关键他们互相之间经常冲出来呀、啊，你没注意到吗？这关了门的话怎么冲出来呢？哎呦，四三零好凶，四三零又天灰下了。来这，哦，想杀不枪，想杀 burning 没杀到，完全明赛，能杀人就杀，见人就杀。四三零的嘲讽，四三零一个嘲讽四个，还有加血的。哦，这骷髅王好猛，好猛，好猛！锤锤的好，好没大，啊，后面也切入了，打不过。哎、哦、呦，这三个地补士是绝对打不过一个派瑞熊的。好的，又是一面倒，又是一面倒。我们这次波怪不又是害自己了吗？居然是自杀！啊 ，Burning 已经偷偷摸摸的超神了，是的 ，Burning 才是这最大的人生赢家，无声发财了。一开始送了一血，转眼之间又拿了十个人头。刚才，哎呦，这边阿萨特也走不掉。刚才传说啊，守墓师不能加入这场战斗。这是要四个任务吗？守墓师是一个 bug man， 对，要把它搬掉了。看个人能力比赛，确实个人能力非常的重要。已被摧毁。这个能力可能会体现在你的打野，你打野的顺序，然后可能体现在你 gank 效率，可能体现在你 push 的一个效率。海外熊有很痛，最值钱的就是那个牛仔套。牛仔套，你有吗，涛哥？有不起。牛仔套是DOTA当中拍拍熊在有一段时间出的一个饰品，然后这个饰品呢长得很像西部牛仔，对，结果被人告了，然后说他有这种种族歧视或者说民族歧视，还有这一回事啊。对，然后这个牛仔套就是卖了一天就下了，所以那一天卖了之后呢，所有的牛仔套成为了一个，这个牛仔套应该说它很好看，但它就少，稀少，就是稀有，对。上面阿萨特又悲剧了，阿萨特这盘好悲剧，很美，应该是几乎大根了，是不是还见虚灵刀啊？虚灵刀大根当法用，那个大招一黄对铁，哦，弗罗达欧雷，只给劳拉用，是，只有劳拉能享受我的大根，是的。我觉得说出来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的味道。嗯，懂的人全懂。懂的人应该是我和老板，你为什么懂？不要上高地。哎，多多，我们二号人头就想上高地吧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有围攻，潮汐有大。哎，攻户，怎么就剩了四四零了？哦，那边熊已经冲进去吧，又把阿萨的杀。阿萨的说我已经快到全血了，这你也要来，这还怎么玩啊？为了你，我可以开了全血。哦，等你赶紧逃，跳过来，老大，那是真的没人能得到他。哎，里面还有一个，里面还有，哎，船，回去了，哎，被攻上了，一个大招，直杀，阿皮，接了大招，把两个打成空血，在这后面，丹地，过一个晕。绝飞机射他，好了，艾克还是非常诚实守信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艾克到底是不杀人不走，这场比赛信息量真的略大。是，还有另外一方面，四三零又要死了，四三零一个打三个，哦，团灭了，哦，天辉帮团灭了，什么情况？送了一波，怎么突然就团灭了？突然间就送了一波。团战输，老大必须死。我发现这盘是福利局啊，是的，是的，这个礼物刷的飞起。是啊，因为人头多嘛。人头多的话，他不一定是每一次都是连杀。连杀的。潮汐说了一句 ：“Stop, please。”你怎么没音了？对。在叫啊，在跳啊。习惯心跳。杀谁说话？哪个好杀？我跟你们说，火枪好杀，但找不着他。熊哥又跳又推，赶紧，都已经出差不多了。对，看一下大地神有没有？我感觉他真的要出去领刀了。阴影角攻，又开悟了。他出去领刀，就算是打这种，潜水已经很
很适合打 B 神，就在后面默默的输出就好了，啊、前面交给前面战场交给队友。父王肯定拿阵型出开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交流负责给他们，然后四三零在前面冲阵就好。五个人一起开雾，哇，这个抓的有点准吧？看来是抓了，是来打盾吗？来了，来了，杀了，怎么又是我？怎么又是我？哎呦，被装备枪我杀了！还好，真是不小心，还好，这少了一个经验有点伤，少了一个之前经验好像是在的。我记得我有一次被用户杀掉，就是敌人被用户。这时候自己还升级了，对，会有那个助攻钱的，对，会有助攻钱。啊，好像是他们，啊，我听过这句话，我好像了解到了什么，貌似刚才托比是在爆点，因为他们门没关，是这样，所以他们抓得那么准。啊，跟爹一个人吃了个加速过来，加速加隐身，连续两个符。哎，他刚怎么？把 TP 用上了，哦，他想偷的，他其实也是想去偷的，对，他把 TP 还扔得很远，发现自己走得够快。这次利用隐身最后的时间，是不是被建筑全面？你说，哎，这冲进来了，不好吧，同志？杀人杀人，不要拿他，勾过来一个，快，勾着很痒，打不过，哎呀，真的，啊。杀戮 burn 很危险，好的，船是在后面偷的 burning， 是，但是船这个位置走不掉了，两拍只要两下能有发来是了，红包两下红包，对，船打出了一个问号，哦，这个大招非常的帅，是那林现在血量也不少了，哎，但是为什么 Papi 还是死了，被王杀了，哦，勾回了一个，勾回来了，勾回来了，还好不是开着无敌甲吧，来Danny 又被射死了，被射死了，射死了。我只是交了个盾，起来继续刚。又是你呀，大！好悲剧啊，本场最悲剧的男人。29分钟比分是43-4，43-19。卡位430不管了，卡位。哇，腰暴击650，在前面又交了一方团灭。啊，直接堵拳了吗？要堵拳了吗？他是这样的，心刀然后大根破壳。我看一下啊，虚灵刀哪里？虚灵刀，我抢虚灵刀，果然，不然呢？Come in, please。基本上已经是跪地求饶，是没有人全都去关他的电脑。人家说他确实没进去。我说能不能够一个人进来？逃了，直接逃了，逃了。他说 Don't run。啊！屠夫直接飞出来，取消，机智的屠夫，机智的德利。我感觉刚才坐王过去是吓人的，啊，没有过去，幸好勾了一下，直接被砍死了。但是剑圣，但是这个，下个没什么办法了。现在换弹只靠屠夫力，这个艾克现在眼里面只有老大，那是，他的打工已经升到3级了，是，然后训练一下打工。卡比现在应该是在等自己大招 CD 啊，还是40秒 ，CD 好肯定是冲血拳，毫无疑问。那你又在利用自己的推塔能力，希望能够帮一下。哟，家里面开了个雾，机智的屠夫过来了，屠夫谁？这个勾没勾中，我都就费索斯，来跳一下，没了，大兵线已经瞄准他了，没了，大兵线这个大招，真的到位啊！大兵线说，我真的只是一开打我就瞄准他，我不是故意抢人头的，他有一个延迟，还有一个弹道呢，进来要射他了吗？哦，帕米被整掉了，好的，我加门口一个大招，妈，船掉出来，没输出直接被打跑了。这时候谁敢要被打死了吗？牧师中锋，哦，牧师直接推进来了，差一下，大漂亮，来活，一个虚灵刀出来，哎，船里面有机会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有机会，
看来我砍死他。好的，传打个问号，叫你动跑，叫你跑，叫你移动。马西梅克进，哎，挡钩四三零挡钩挡的漂亮，这边不是你交换。啊，戴丽也是死掉，森林一个打四，一个打两个，一个打四，不打就是。如果你一个待会真的叫你们打的话，好像真的打阿萨特也来了，阿萨特也来了，老大也来了，好了，这没下位置。哦，牧师，牧师来了，打谁？再打死？怎么又是阿萨特？我先传一巴掌，马上拍掉，完全先死，然后自己推推走，马上跳到 CD 道了。啊，帕比也来了，帕比来了。跳过来，阿萨德又要死了，无情了，无情拍拍手，无情拍，又踩一脚。能打谁打谁吗？后面好在卡位，你看，好在卡位，一边卡位一边开启自己的甲。哇、哦，推过来，空中一巴掌拍死。那的话，好，现在绿票也没了。有全能骑士的退化光环，再加上熊战士的跳刀减速，走不到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天辉大军什么时候集结到哇！天辉大军什么时候集结到夜眼的血拳？我期待着一波全能开大的虐拳。等了好久了 ，Papi 等了好久了。哦，拖家跳，五拍拍熊，咬住，然后咬一个。自杀秀的飞起啊，上路丁营秀的飞起，秀的飞起，不给你虐拳，不给你虐拳、啊、这个话实在是有一点窝囊，我觉得真爱真爱，这个大招啊，太棒了，踩了一脚自己踩死了吗？踩了一脚被刃斩死了，好像是，应该是被砍死了。哎，三只不穿这飞机，叫你木，有了有了，叫你动。哦，死前还射一下老大，四三零又开始一v六，各种网，各种风筝，开始疯狂面具加上臂章，开了面具回头 A， 但是没有能 A 出暴击。还有水，还有水，小心！这次马上有水。密破没跳吗？有跳，有跳。在秀，四三零在秀，还是被网住了，网住就没了。不敢上去跟他一刚啊！对，不敢上去一刚。旁边逗他玩，我一个一个打你。我们中路战，哦，全打了，一口打血，别过了，啊，这高手了，漂亮。这边后。天能，这个时候给自己一个套子，突破，突破还可以勾回来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勾，还是可以勾的。你再绕的话，位可就越来越近了。好、啊，贴住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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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单人没打着，但是在等队友的支援，后面有人会进来了。飞机一个大招炸死。哦哎，说好的只射老大呢？这次他把爱转移到了木，转移到了。勾一下差一点，龙爪弯钩似乎是在不准。哦，减速 ，no， 老大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，就是被各种减速，他暂停了一下，不来要过去操作一下 ，come on。关键你克莫的时候，你在墓地里，你找谁克莫呢？他是在祈求啊，他是在祈求。这内塔让小兵快磨完了，五人都死。你们太残忍，你们太残忍。面对对方的跪地球，然后根本就不理他，特别坏，跟手机。这个太惨了。哦，直升飞机躺枪，直升飞机躺枪，牧师在血泉。哎，复活，船复活了，他复活，这个时候船复活了，差，能不能不能跳，他跳不了，他的那个哦，网住了，断了，哦，基地爆喽，基地，他们最后还是想着杀人，是的，就是不杀你，要交给小兵解决，自己能多杀几个，36分钟，98个人头啊，97个人头。不会是全明星赛啊，这场福利，而且这一场比赛的话，我们看到全场也没有任何的队员在发，全部都是在干，是，这应该会成为一场比较经典的全明星赛，无论是这一个阵容还是我们这一场。